我们买个气氛，买个被骂的气氛，我练习一下好不好？开心，那个平练习之类的，跟反面习，我练那个开心，靠！现在吃完了，我们现在就要先去放行李。住在美丽都大厦，就是非常精华的旁边。我们不是住重庆大厦，因为强强住过了，但是不敢住。强强住过的我们不住。香港马路也是特别，哎、欸，在亮了，在亮了，老师。看老师，老师，老师杀人了！不过被坏掉了。美丽都大厦，你这边。老师，好巧，54号。他们的巴士好双层哦。那个是叮叮吗？这不是叮叮，那是双层巴士。他们的人行道很大哎、欸，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人在开车骑车嘛。到了。14楼，这里对14楼，干嘛？感觉很好，这边吗？不会啦，台湾很多华夏也是长这样啊，旁边很多洞，好恐怖。对呀，哎，还有中庭，大家在狂晒衣服。你看，好美哦。很美吗？很香港啦。然后会跳楼啊。哦天哪、啊！呸呸呸啊！而且你看上面晒一堆白色的。对啊，我刚拍。哦，那是床单。有些包纱。那是床单呢、啊。屁啥嘞？卖高光生气了哎！这里有吗？没有号码、啊。F2啊。We are looking for B3。结果我们发现一件事，我们一直绕着中庭走，完全忘记边边角角。Thank you。我们刚才好像没有往后面走，应该是有希望喽。A11。哎、欸，这个 A3 到了、啊，到了、喔，哎、欸，真的啊，旁边写 A11，卧槽，啊多少？真的是卧槽哎、欸，哇卧槽，哎、欸，进来蛮新的、啊，哦，所以它没锁，很窄吗？好像也还好哎、欸，我以为会那个、欸、连行李箱都打不开，结果好像可以，嗯，我觉得还行哎、欸，要必须要没有什么要求，这个就是一个榻榻米大小的浴室。一个大单人床跟一个小单人床，无法说它是双人床，虽然它这样标榜 ，OK 啦，而且是有窗户，高楼层，帮他说一些好话，差不多可以放行李就出门了。这个，哎、欸，要，这是要按什么？左边，往左边吗？下楼。而且它15楼，然后写14F， 我不敢再按楼怕触电。哦，我知道了，这不会停下，他说你只会怎么样，按下就开。哦，好漂亮哦。这些都盖好久了，真的，这几栋都超美，那栋叫什么？好美哦！我不知道，太难了，很像魔术方块。这里是皇后像广场，真的哦，会有格仲山吗？好像有哎，好像是法院哎，法院很漂亮哎。这你看那个东西，很像一些政府单位，英式建筑，好粉红哦，好爱哦。台湾比起来就是比较没有上面的电缆了。好了，我们现在在中环的。马路上都是斜坡，香港都是斜坡，进行一些迷路，找 C01 香檸茶，对，零香檸，然后等一下买完再搭双层巴士去赛马场，卖水煮青蛙，冰香檸，找到了，哎，好凉哦，柠檬茶吧，收到柠檬茶，渣男，渣男是有差在哪里？不知道，但我看那个是吹渣男，两杯渣男，好啊，渣男，两杯渣男。我要拍他的座椅哦。在搞盐不的？耶，来喽！谢谢。谢谢。下面擦不下去，拔起来了。全部都是柠檬吗？对啊，还是冰块。超酸，还是因为我擦到柠檬？可是你好酸哦。你不喝酸不是吗？我不喝酸没错，真的很酸哎。让我来体验。你有擦到柠檬的感觉吗？我没有擦到柠檬的感觉，但我觉得蛮酸的。我 OK。我操，很酸，我不行。我帮你喝。超酸哦。我很喜欢欸，很酸欸，超酸的，好死了。你可能要七分糖，我全十分糖，这好香吗？而且喝完真的人间清醒，你真的像在喝农药欸，很难喝。柠檬啊，而且我手还破掉。而且你刚才插到柠檬，然后插进去就在喝柠檬本檬，然后很酸之外，我拿起来插旁边还是没有甜。而且我的晃不动了，你的好像很晃得动。我的很好喝啊，我想说，我等一下再融化个20分钟。你有喝我的了吗？我喝了，是正常的味道吧？正常，而且有甜呢、啊。我刚才一直不理解你在说什么，喝一口就知道了。酸啊，我真的要死了。而且我们两个是点一模一样的东西 ，Beaver 港。好，反正我们现在要搭
车去赛马场。对，先这样。然后哎，没什么人上来，因为大家还没上。太赞了！后面的北角的车很酷，这好漂亮哦。哇，这好难走哦，这好窄哦。有地方站吗？那个楼梯真的超小的，我们上冰冰车，很特别，很高哎，在二楼搭车。应该可以，就是坐在那种地方，然后可以拍一些照片。对啊，漂亮的时候。哎、欸，后面就是赛马场啊！对啊，后面在跑哎、欸，马在跑了，跑啊跑，好酷哦！我在跑马了，搭完丁丁了，丁丁没有一直在丁丁叫，然后但它非常的慢跟晃，没错，是很便宜，真的很便宜，3块呢，就台湾公车价12块，你这个物价哎。你对你这杯30块来说，这光好强哦！这边就是宛如一个棒球场的地方。好抽，是谁来抽？他们三个。大泽乐泽，哎，前面看起来很大，很多层楼哎，好酷哦！冬季路啊，看错了。我真的不敢进去，进场用八达通刷进去，哎，好像要4000哦，进场要10块，操，操吗？还好吧，饮料30耶，八达通喽，你有逼吗？你有按吗？可以了，可以了，好，谢谢，再跑了，再跑了，不好意思，谁一号啊？你可以去一些看得到马的地方吗？有麦当奴哎，他叫 Happy Wednesday 吗？还是哎，没有，这里排着礼拜三开，哦，对啊，那你看，非要62，真的很贵耶，对啊，得要24。很多人呢、欸，上面还可能还有很多餐厅，这样复杂哎、欸。你看高铁车站那个多少钱？中间有一条是空的。赛马很难呢、欸，但我觉得应该要买完之后还有一个 QR code 可以扫，说你有钱还是没钱。去那样，你可以去换，拿出来的。你说跟刮刮乐一样，不然那样我们哪知道我们赚钱了？这边是买票吧？好难哦、喔，还好名字也是圣战神驹耶、欸。红海镜，皇者骄傲，中华乐乐感觉很12名。哦，是美丽欢声吗？哦，好会 waking 哦！现在已经难到疯了，我们一直在看别人怎么买。对啊，Number one win. Can we have another one? Like number five? Yes, maybe. Finish this ticket. How much? Ten. No. $20 per ticket. Minimum. Minimum. Minimum $20 for a ticket. You pick one horse. Minimum $20. Maybe take two horse. 选两只嘛，选两只嘛。OK. 那另外讲。7号 7号 7. One and seven.One and five, sorry. Five. Confirm? Yes, confirm. Confirm. 22. Yes. Yes. 好在好在，被 model 疯。被疯吗？被 model 啊！你刚不到 seven， 被看错了。干嘛换了？被 model 疯，没关系啦。Confirm. 被骂几次就会了。我们都花了多少钱？20块。可以吧？会很秀很秀。这是要选两个哦。我们现在是第4场，然后我们现在选一个 win， 就是第一名。然后我们选1号跟5号，然后每注10块。最少要20块，所以他才要选2只马，类似这样的买法吧。我们买个气氛，钱买一个被骂的气氛，花钱被骂，当分，很好笑。一号是赔率最低，跟五号赔率最高，90，刚刚是90几啊？99吗？6，忘了，就是很夸张。啊，还是他这个实时的赔率会跟大家买的那个有关？有可能、欸，越多人买，他对赔率就会比越高或越低。因为大家都很发大财，他现在开始下降。它应该跟赢的没有关系，是大家买的，是大家买的哦。你看大家一直买一对一的赔率这样，然后前面这边结账喽，压力好大。不用啦，是马压力要大吧？马没有这压力大，他是跑哈的、啊。大家就看谁笑的怎么。马看起来像是变态、欸，像是变态男，还有一个变态头套。你说日本那种摘角吗？他等于就是一个裸体，然后戴一个变态头套，还有穿裤腰，裤腰跟头套。三号是谁？黄人福星。黄人福吗？美丽欢声真的太像 APP 的名字，友谊喜悦是来交朋友的，我觉得名字都很好笑。Thank you， 我们买到票了。哎、欸，这整排的这个也太漂亮了吧！我们现在来到室内，发现它可以先写好，或者那边有自动贩卖机，但它好像要身份认证。然后旁边有一区呢，大家都超认同，还在给我搬资料。
查字典之类的。我们只判赔率就选了。哈哈哈哈哈。提的人有关系。你姐现在很疯哎、欸，然后旁边是二十，点数差距。你十三要点现在标本前里面的、啊，那个里面都是大抽烟呐、啊，臭死！然后现在垃圾，这边整个都很臭，超臭的。看不懂啊，好啊好啊，这边还有一些食物哎、欸，饮料，大桶的，我们来一些离赛场比较近的地方，近距离看石马的命，正传神驹给我加油哦！如果一号真的给我毒赢，我们接下来餐费全部都靠他，890，然后一觉吃完。现在总共下毒赢的人1500多万，还是有3000万呢、欸。你觉得我们会赢吗？要，我们要赢。我们会赢啊！我们要赢，现在90倍耶，他就大拿900块回家，可以狂吃4次来方圆。不要再吃来方圆，我封杀。可以狂喝冻奶就好，可以狂喝30杯那个林香柠啊。你真的是深受改名了，深受其害啦。目前都没有开心啊。来香港包来干嘛？包来干嘛？真的包来干嘛？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旁边还有1900跟2000。所以总共这一局都是7000万，没错，台币3.5亿。对，但是我们呢，我们玩了20块了，在这边93了，变93了，3000万而已。刚才昨天3000，现在要变多了，多了耶，又多500。你看后面的人就是在买标本啊，标本啊，我们也是标本。来，笑笑笑，太会迷信。现在在干嘛、啊？我们的已经变成最后一，倒数第二，倒数第二。五号加油啦，加油！五号第四，快点啦，快点啦！哎，1号第一九，就刚刚没有听到。快点啦！还要跑1公里啊？对不对？他六十一公里，他六十一公里。哦，谁啊？你谁啊 ？Hello， 我是谁啊？你们是谁啦？一号现在倒数第三，真的很废，看一下3925，不费浪费钱，浪费钱。因为我们连赌 glass 都没有，其实咬得非常紧哎、欸，很近啊，我们刚好赢在最后一名。快点了，一号真的很烂哎、欸，来了，真的假的？被我打死了！一号已经上周了。很嗨哎，这后面的好快哦！结束了吗？结束了。哇，还用鹰眼哦！一定要啊，你晃动哎，晃起晃进哎，他们只差2公尺之类的吧？钱丢到水里了。哎，你是2号哦？五号吗？2号吧，2号好快哦！你看5号这个废物。2号把他被 highlight 哎。对啊，好帅哦！你看5号差点赢哎，真的，他第二哦。第二啊！看，还要再玩吗？好烦！雕佛，9号 place， 把钱丢水里耶！我们有29分钟去买下注。好啊，都来了。啊、还有位置几度影哦，好复杂、啊。谁看的？谁看的头？我现在只能下一批嘛，然后读影跟位置各下一个，好，各下10块，这就20。好啊，他们买挺开心。好啊，很开心呢、欸。真开心，那就跟这个，各10块嘛，40。好啊，那这样就这样就这样。紫宝，这是什么啊？紫鱼宝贝。哦，怎么办？他按错了。看牙刷小超满，开心的，那爆赞爽！你买下一窗的耶，但那种沙滩应该看起来色吧？我觉得真不青春，时尚面具最强。哪里努力？妙玲珑，妈有孕！我们还是有认真，是吗？对，确定主持人。我刚刚只是示范而已，干，拍立得。不要，那我们就画完，然后拿去先开心，精算暴雪，每注10元，对 ，Go！我们的第二次，看会不会中奖，希望会。对了，我们就会买了，我们会买，雕本进步了，狂奔。我们现在买完第二场了，第5场。要来买喝的，
因为很渴，一步一步进步，看我们会不会待到第九场，应该没有必要吧？没有必要，就是应该是真的没有，就是钱输光而已。这场如果有赢再继续吧，对，如果没有赢就直接走，就走了，有赢就也走。我们要听准点，红内裤到底有没有用还不知道，是什么 Stella 没有，就是啤酒的牌子哦。拿一杯很惬意，在那边狂喝很赞，花飘盒的耶， yeah, 好喝吗？很空哎，这个我家不能，来打电话。好忙哦，很特别耶。哎，我们拿来自拍。现在赔率多少？我们是最左边，对不对？那我们最好的情况就是三 win 一 lose， 另外可以拿六十九万。哦，现在数学很好喽。对啊，这样就赚二十九，好赚哦。好，上一发出的都赌回来。他说：“三号，现在我看好你。”啊，挺开心啊！我今天还想说戴一个很像赛马人会戴的帽子，结果现场没有人戴这个，完全没有，那标本也没有。这边是什么人都有，然后也开始跑的时候真的好嗨哦，很好玩，而且还有喝酒，对，就是还蛮舒服的，避开一些烟薄的地方。没关系啦，帮各位踩雷。哇，开始了，开始了。三号加油！第二名了，我们是三跟五哦，三跟五，快点！一跟转弯太超了，转哦有进了进了，又有一三五，我们要加油，加油！快点快点快点！五号第一名，五号第一名，结束了吗？三号最后第几名？又要干嘛？狂大，大家还是可以自然一点。每天开心，多练习一下好不好？开心，他们在群练习之类的，就改名字。多练这么开心，靠！这样勤练习会赚钱吗？对啊，或者加油之类的啊。天开心那边开开心心的有什么用啊？没关系，我们就是至少拿回一件东西。而且我们拿到 Win 还蛮开心的。对耶，因为 Win 真的不好拿。那三号后继无力，我一开始很看好他。那个三跟五都在前三名的时候很嗨耶。啊，然后大赚钱。觉得那个血中的血一都第二名好不好？他一三五五啊，然后整个血一都沸腾起来。是不是？那我们买十块，我们买100块比较难，100块就会真的很气。100块其实也就400。我就买不太下去。那赚500块刮刮乐，你也不一定会中啊。他说的也是，但很嗨啊！我觉得现在还蛮嗨的。我觉得现在买这些刮刮乐的心态，刮刮乐你也没有什么经不经。对对对，就是爽想买一下。而且现在还在过年，感觉。屁啦！也到三月了，在三分钟就要开始喽。我帮八号加油，帮六号加油好。一二八已经疯了，来了来了，他好快啊！他好快啊！太好了，哇哇！声音声音，二号吧，还是迪亚是赵乔？你好，好吧？操！是八减一。我一开始就问 S C 啊，是你？我们现在要去换钱了，我们第五场有小赚，小赢28块，我们有小回。不到赚钱，就是小回本，小回血，才那个小血包，太惨吗？太惨啊！有些中文真的是看得懂字，但看不懂意思。好几千啊！他在上好几千呢、欸。我叫他爹爹，爹爹，快点去认爸爸，你让爸爸过去托你的，赚到疯了耶！真的，超多了、欸，爸爸，爸爸，超级多，一万吧，可能10000港哎、欸，很多，标本。小本的男性，小本的另外一种，小本，我们就是小赌咯，小赌怡情啊，超爽！他刚刚拿完10000块，然后现在给我们28块，他还要拿蓝三给我们，有没有得奖的？有没有得奖吧？耶，二九，耶，他不放我手上 ，Thank you，Thank you， 耶。好开心哦，很爽！算了，我们玩个2把就赶快出去。其实很少旅游会有收入。我们最后回了29块，我们成本是多少？60，那回一半呢、啊欸？对耶，很不错耶！我们心态很好。没有，入场还有10块。他真的下赔率低的，然后下 win 跟 place 就 OK。因为拿到 win 吧，
我们有拿 Win 加 Place， 我就拿 Place 也很烂，玩气氛呢。如果做 Place 是做11呢？赚一块。哎，等一下，赚一块其实报酬率是 10% 哎、欸，就超高哎、欸。买股票、基金什么，你10%也是要一阵子哎、欸。哦，确实，这个是十，而且它没有手续费。这个是半小时你要 10%， 半小时 10%， 你如果丢多少钱进去？而且没，这很难说了。甚至没有手续费，这很好哎、欸。很不错啊，很好玩啦。可是你要丢够多东西下去的，而且把今天的东西放到整个投资报酬率上面的话，我们是负50%，是负52%吧，51%、52%。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体验很难得哎、欸，就是移情吧。而且他跑过来的时候其实还蛮激动的，而且平常就是大家在休息的时候就很惬意，因为那边很舒服，然后很多位置可以坐。对，天气蛮好。对，然后你又有酒可以喝，夏天就会热死。今天刚好很冷啊。我跟在家里看 YouTube 差不多，可是他跑过来很嗨，就很兴奋。你就一直去看第一名是谁？看你跑超快的，那感觉会被他撞到飞，会直接渡破长流、欸。我觉得会飞奶渣。刚才有看到一些，但没有拍，不宜给大家看。我们那个我们承受就好了。